选手披上白纱的娇妻，今年43岁，拥有帅气外形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毅，12号正式宣布终结单身，娶到美娇娘。李博毅脸书甜蜜晒出多张照片，只见新娘一袭白色露肩婚纱，手捧白玫瑰，露出大长腿；另外一张电梯中创意合照，两人戴上墨镜，摆出帅气 pose。台北市长蒋万安、北市议会议长戴习清都亲自到场担任证婚人，有点像今天一样新婚的感觉，持续到现在。你们四宝是什么？我们每天都在努力。身为三宝爸的蒋万安也不忘叮咛要多多拯救生育率，而李博毅妻子背景揭秘，名叫 Patty， 32岁，168公分，外形亮眼，站在身高190的李博毅旁边相当登对，平时从事美容业，也曾陪着李博毅选举跑行程，而李博毅也透露这段感情得来不易。我们也是历经了快6年的时间，然后中间也分开过一小段时间。他愿意嫁给我，真的是非常感动，因为政治人物是被评为最不希望结婚对象的第一名了。希望能够尽快的生宝宝。不止李博毅喜悦藏不住，议会同事不分党派也都送上大大祝福。博议员呢，他跟林志玲结婚的年纪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都希望可以以两个人为这个目标哦，为偶像。我们俩非常的登对了，不管是从身高啊，然后平常的互动都很甜蜜。无锡议会突然宣布要结婚，但是大家是看到又开心，然后也非常的惊喜。希望哦，就是李博毅跟他的这个太太未来可以幸福美满。李博毅爱情长跑6年，修成正果，也让政坛喜事再添一桩。三叔黄志杰和台北怎么的？